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我们分享到参孙，昨天提到说，一个真正勇敢的人，看起来参孙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但是他面对事情、面对敌人、面对打仗很勇敢，可是面对自己却常常觉得无能为力，以至于他的情绪来了，发脾气了，东西摔了，走人了。我们说，真正的勇敢其实不是摔东西、摔门、走人了。真正的勇敢是，我现在虽然很生气，可是我不走，我留下来，我面对问题。真正的勇敢是面对问题，面对自己。像参孙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人呢，有的时候你说他很像个小孩子，发脾气的时候，哇，很一下就气起来，过一阵子没事，他就觉得没事了。圣经上讲说，过了些日子，过了一点时间，到了麦子要割大收大麦的这个时候，参孙呢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，他的情绪过了，脾气发完了，过一阵子他没事了，他好像没事一样，哎，弄了一只山羊羔，就去看他老婆去了。其实他老婆都已经被嫁给别人了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知道，他很像个孩子。什么是孩子呢？就全世界好像都是围着他绕。所以我生气的时候，我就是要大发脾气。我发完脾气了，过一阵子我没事啊，没事就没事了。可是我没事了，别人不会没有事啊。你知道，随便任着自己的血气去发脾气，你最后终究要面对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承担后果的。你要去承担那个事情的后果，世界不会是跟着我转。容许我恭恭敬敬地说，世界也不会跟着你转的，不会所有的人都得配合我。我生气的时候，他们最好安静点，等一下过一阵子我没事了，他又可以跟大家嘻嘻哈哈。世界不是跟着我转，我需要做一个更成熟的人。我要承认，我只是这个人生的舞台上的一个角色，在这个舞台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人，这些其他的人没有义务要跟着我的情绪走。办公室是这样，家族里面是这样，夫妻关系是这样，教会里面也是这样，没有人有义务要跟着我的情绪走。求主帮助我们拿去那个从幼稚而发生的自我中心，让我懂得我以自我为中心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后来都要承担后果的。愿主今天透过参孙提醒你，也提醒我。